想到你跟班姐已经公开了耶。我们没有公开这件事，就是公开到算这个的数量真的很惊人。对，我们就是一起买保险套，就这样。那有一起用吧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没有用，我们当下你没有用，你们都没有用啊，怎么完全？表现，你要有正确的观念。你挑出来人当中，只要有一个是你的号码当中的，就算你猜中，好不好？我一定会。四个人当中有没有5号？5号举手。没有。四个人当中有没有7号？7号举手。没有。四个人当中有没有10号？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10号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四个人当中有没有17？17号总有了吧？我知道。哇，看起来气正。你有贵属哎，休息了，慢慢走。我们要录影，我们要录影了。我们直接就是录影。我们今天录那个包包啊。这是什么？我搞不清楚啊。但他说7点钟到，可是我必须从学校回到家，拿我的衣服。是。我今天早上我已经很早就到学校去，因为我们下礼拜教育部要评鉴。我已经很昏很累，然后上了一天的课，我本来要早半小时走，可是学生说不行，你要打完分数才能走，然后就全身落汤鸡耶，就这样子。先下他现在在认真的发脾气。我想把你安排给曲家瑞耶。哇，真的，因为曲家瑞是我朋友，然后他就是一个以貌取人。曲老师，你 OK 吗？嗯，试着交往。你什么星座？金牛座。跟我一样。你属什么？属兔。我之前两个都属兔。交过年纪比你大的女生吗？哦，有，大4岁。我初恋就比年纪比我大。就是我哈。对，就是吗？好，成功了，恭喜两位，请坐。苦灵是，如果在花心的时候碰到曲家瑞会下手吗？即使不花心的时候也不会下手。No。跟曲家瑞今天都说他会考虑我。曲家瑞的话，我疫情天说他要考虑你。不要因为是前辈你就说客套话。对，徐老师，你多了一个字，可能因为是钱的关系。你也能说，今天他喜欢姐姐，他喜欢，就问他差多少岁。立晴天，难道我有告诉过你许家瑞家很有钱吗？有吗？你那次素颜被拍到的时候在生气。我超级生气，而且那天我发烧，我超火大的，我超火大。我觉得你有化妆没化妆？我到，而且那天我到的时候，你知道雨柔也在吗？对。其他那个那是不是 Nikita 吗？还是 Nikita？ 对，他们都化好了，都已经坐在那边，至少都在补休。我一个人，那天我超，那天我超怕被你打的。我那时候拿那个东西进来，然后你他曲老师是真的生气，我感受到，我都不太敢讲话。平常我化妆，你今天有排进前八吗？我一直都在这个节目嘛，对不对？一直都在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请假好一阵？什么请假好一阵？每天都在，对不对？我一直来3次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。你有一直吗？有一直，我一直都在这边。我就跟康熙是绑在一起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是谁啊？金牌哥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是你本人，陈安典嘛。生气啦。所以刚那一次，你真的有感受到曲老师生气？真的，他是真的有点认真的那种。那当时你有试着要缓和他的情绪吗？我就说，哎，曲老师，我帮你啊。我那时候就不敢跟他开玩笑了。OK， 就是好好讲。最气的是被拍到素颜还是没有？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眉毛，你看到刚刚那个样子没有？好歹把眉毛画两个出来也好啊。可是迟到比赛，你旁边那个英姐也参加过哎。嗯。那你是怎么样？我也穿得像流浪汉一样，像我一样，对不对？不，我更流浪，哎，差不多流浪。你有妆吗？可是你通常都会有一些啊。我戴帽子。英奇当时迟到了很过分吗？我完全没有迟到，我没有迟到啊。他好像头发没有，他头发没有弄得这么漂亮，没有弄头发。我们就约美女迟到一下，没还好吧？是没错，可是因为我一直都走，才是没错。敢讲嘛？男生应该就原谅女生迟到吧 ？OK 的，嗯。那如果长得不好看，那一定要准时就对了。美女早到就没身价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我那我就是我觉得我也太准时了。你可以带，你可以不用来。刚出现，永远不到。OK。迟到，我记得后来我不是要可以去后面化妆了吗？嗯，然后化妆的时候他们一直催我，一直催我，一直催我，我就想说好不容易坐进来就要好好的化，后来头发也没有弄好，乱七八糟这样出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们说康永哥在催，要结束了，要结束了。我想说天哪，这整集都没有我，就要结束，我就出去谢幕而已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，我那集我根本都不想叫我朋友，我妈，我刚刚生气，
一集，我根本不想要。你好像有跟你的助理认真的发脾气，对不对？有，没有经纪人，超级火大。我今天为什么穿这样子？就是因为你说你要看到我私下真正我，这样对。我就觉得你今天很漂亮，我就想要说我要做一个这样子，头发放下。刚刚那个谁，玉玲哥还觉得我没有 dressed up， 我就想说，我说哎呦，你今天怎么穿不一样？他说我平常就这样穿吗？没有，你刚有点不屑我，没有不屑。许嘉瑞就是给康熙带来很多贡献，也受一点委屈。那汉典，我们要用一个小礼物回报他哦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抽奖的箱子，让许嘉瑞先从当中抽出来看康熙送给他什么。好的，我们要先送你一个礼物了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小胖，你们抽到每一个抽吧，就这几个，直接可以让他来抽到马虎耶！来，来，去了，你抽到什么？来，自己打开。不断的增生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阿妈听了胶原蛋白，这东西送给你。什么叫做阿妈听了胶原蛋白不断增生？阿妈听了，我知道，助听器啦，对不对？这是胶原蛋白，什么？胶原蛋白任何这里啊，胶原蛋白一大盒哎，这么大一盒，是面膜吗？是什么？我想要来，听了耶，他听了。为大家揭晓是什么东西？阿妈听了，助听器，看到没有？太棒了！十张 Elephant D， 不是，徐老师，你帮小声一点。真的真的有点吵。我跟你讲，你也会觉得吵吗？我跟你讲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又讲我的那个2014票房，我就这样来，我要去唱原歌哎，而且是 MV 超好看的。是因为曲嘉瑞抽，所以才叫阿妈听了会不断。可是因为也不知道他会抽到。对，也不知道他会抽到嘛。那如果杨秀慧不是更阿妈？对。好了，曲嘉瑞很高兴抽到你，太棒了。要由曲嘉瑞抽一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出来。是的，曲老师，曲嘉瑞要送出礼物。真的吗？你要先抽吗？还是要先？我要先知道曲嘉瑞带来什么礼物。既然先抽好，那就把这本书送给汉典。谢谢。最有魅力的男孩。怎么可能？谢谢曲老师。我虚心的接受。谁说我没有影响力？里面有最棒的，我最重要最重要的朋友，好朋友康哥帮我写的序。谢谢大家。我都可以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 ，OK？ 我写序的书上面会提字给陈汉典，说他是最有魅力的男人。你不可能写这种话。我写男孩，男孩。他也不是最有魅力的男孩啊。OK 嘛，他认为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小看自己啊，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力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说我没有影响力。许嘉瑞真的要送的礼物，对，我要送礼物在这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肯定很需要念书。我的天啊！所以你是送你的书啊？书吗？工作人员会开心吗？真的送你的书啊？你就是要做这本书吗？哎，咱们先让你送我就算了。没有，我跟大家讲，因为我今天也在学校上课上了一天了，真的来不及了。然后那个就赶快拿。你要抽到一个工作人员，他是抽中你这本书。他会很珍惜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有多少人想要我的书吗？你是我亲笔签名哎。工作人员很辛苦哎。工作人员都看到好不容易毕业，不要再念书了，还拿书。而且你知道那个盒子里的名字是他被抽出来，他就没有办法再参加接下来七个人了。对，许嘉瑞。其实我这本比299还少，你再打79折。陈玉玲筹备全新嘻哈专辑，小威子要他朝歌坛发展。听说你的年度计划现在是要做真正专业的音乐人哦。今年那个算筹备半年了啦，我全新的嘻哈专辑。那你的未来专辑比 Elephant Z 好听吗？很难吧？很难，比他难听。